大家好哈，咱相信咱这个疫情已经过去啊哈，渐渐啊拢无去啊，渐渐啊嘛融入咱家己生活内底。啊，咱个新的一年呢，咱的虎年呢，金虎年搁要到啊，希望大家呢，咱更加来拍年，因为呢，大家伫今年一定吼感受足侪吼，咱的物价疯狂吼，嘿，咱的钱愈来愈薄吼，即大家吼拢感受甲足深的吼。啊，伫遮吼，咱也希望吼，咱大家台湾人吼，包括咱所有的全国大众吼，伫未来一年呢，要有信心，咱呢可以度过这个通膨吼，大家事业可以越来越好，啊，生活呢，希望也可以越来越稳定。啊，这嘛是咱妈祖娘娘吼，时常甲大家讲的，安居乐业吼，咱大家尽量。咱的心若病，就会静落来，啊叫做平安的年，会病就会安，哦，祝福咱大家心情，新的一年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